南机场有很多老旧的建筑，围绕在一起像是一座城堡，带给我一种神秘的感觉。为了呈现出这种氛围，我把很多强调光线的照片拼接起来，让它看起来像是洞窟一样。黑色阴影的深处不知道藏着什么东西，就像是南机场的历史，会让人想要挖掘探究当中的秘密。